朋友们快意难看，穿剪种菜，突然发现小温室内墨西哥辣椒变红了。它们的种子袋子上图片没有显示它们会是红色的品种。搬进小温室的墨西哥辣椒有好几盆，都是一个种子摘出来的。我把最大的一盆在一个月前剪了枝，其余的想在接近春天的时候再来剪。他们一直都还在接辣椒，我没来得及吃，居然变成红色的了。绿色的也还不少，估计颜色都会逐渐转红。辣椒红了，估计辣度会比绿色的更辣，准备迎接挑战吧。